条约1895年以后啊，哎，有一出电影，哎，这个也做电视剧啊，叫做《板上之云》，75台板上，有你看一下去，《板上之云》，那这边印刷来看，你能看没啊？你本来这个电视剧来滴啊，历史跟你讲历史的，含咱所读的历史啊，都无共款。日本以前嘛是真散的，真散的，甲清朝比嘛差不多尔。但是呢，日本人伊有法度经过马关条约以后啊，利用马关条约占领清朝赔一大笔的钱啊，啊用了个币，币起来以后，迄当初呢，美国是世界二流的国家，三流的国家。美国是安怎起来？美西战争，美国甲西班牙战争，西班牙。诶，战争啊，我即个爱讲一个吼，这不一定是历史事实啦，但是一个历史的悬案啦，就是伫板上之云的这个电影、这个影剧内底啊，嘛有讲。就迄当阵，日本的一个海军的上校去伫美国。美国的政府官员啊，甲这个日本的海军的上校讲一句话，伊讲：我美国即马干那需要一个理由，我就向会当向西班牙的无旗舰舰队啊挑战。我讲一摆，美国政府官员。但是日本的这个海军讲一句话，伊讲：我美国要向西班牙挑战，只需要一个理由，爱一个理由就好啊。不然亲戚在那边见面，哪有可能？结果无偌久，这个古巴啊，那个军港的内底啊，一只美国的船啊，内底有216个啊。莫名其妙爆炸，216个东西，美国向西班牙先宣战，这个海军的上头啊，伊就是讲，就两日啊，就两日啊，才去听伊讲，你美国干那需要一个理由就好，对当向西班牙先宣战。啊！这个时阵，拄啊，迄个美国一只船军舰嘛，爆炸，啊，就甲宣战。啊，当然，西班牙很快就打败，而且伊个无敌舰队啊，你当阵是世界第一流的迄个无敌舰队啊，迄个几乎歼灭。啊，当然，美国趁一个钱。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、菲律宾拢挂号，啊，无赚足多啊！啊，美国嘛开始好业个，互我想到一个代志，你毋知会记，旧年北韩、甲南韩，一只南韩个军舰，无代无志，讲有一个鱼雷甲拍，沉袂久啊，你会记无？有钱无？啥来无？美国一直甲日本讲，你甲战；甲南韩讲，你甲宣战，我甲你支持。迄都无人咧保证。奇怪是北韩啊，出来讲哦，我无战，我无甲拍。北韩、北韩的这个领导人啊，是全世界上届男子汉的，我来讲。伊含飞机啊，迄个客机甲炸掉，伊就讲：迄我拍的，我甲炸掉。
独独啊，即只军舰嘛，伊讲我无。这什么原因？南韩歪解，美国欢喜甲日本讲甲解，日本讲我歪解。我甲人讲这个，互你家己想，甲迄个有歹的船叫沉落，两件代志，你去想看卖。美国确实有意思，要甲北韩解。还足巧，你啊看北韩啊，足配合的，对不对？你刚才飞弹啊，哦，晒出来，搁个穿起来，哦，啊，就来全部备战。南韩马上甲美国讲，欸，啊，你 F-22 嘛卖20架啊，所以澳洲嘛讲，啊，你嘛卖20架好啊，澳洲嘛卖20架好啊。美国干呐讲，所以迄个南韩、北韩啊，迄个啊做飞弹啊，安尼夹起来，搁放落，啊塞进去看，啊结结结搁出来，搁夹起来，搁塞进去，赚足钱。美国会真正怕北韩啊未？你若讲未，你若较老，你讲未？啊关你未？我甲你讲。原因是中国嘛做起来，金正男有一个哥哥叫做金正男，有无？中国家是甲鬼鬼。当伊讲要坐的时候，赶紧来，转去住伫咧东北。美国若准上北韩的金正男甲提掉啊，金正男随即做头。美国是讲硬的，后摆拍牌，啊你叫叫伊搁倒转来。伊就无遐戆嘞，未正。啊，但金正恩，伊嘛利用这款的机会，伊人嘛直接北韩呐，得到的伊的所谓的尊重。你能看少年嘞，头脑正好哦。伊甲咱用这个飞弹呢，夹起来，搁放落，搁收起来，搁出来，搁夹起来，搁放落，搁收起来。连续三摆，一个太重太贵了。国际局势啊，你唔通看，刚刚看台湾的报纸，无一点会准啊。你来看日本，最近我甲各位讲，安倍晋三的修宪会通过。我本来是估计。十二月底，即嘛未啊？可能大概是明年的二月、三月以后。啊，若通过以后，国家要怎样？通过以后，日本的国民就变作日本天皇的什么？臣民啦。就是我常常讲啊，我甲日本大学教授伫遐问，我日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的政府有共款无？但是因答袂出来，伊讲想袂过呢，因为问题那才深。我是足简单呢，啊，迄毋是，我你毋是大日本帝国嘛？你毋是，你是日本政府嘛？敢若看名知影毋是的，啊，真正毋是是啊，因为宪法无共。啊，所以日本天主是，我你拢是日本天皇的国民，对不对？与日本天皇有法律的诏书啊。讲伊是国民，咱台湾人是头先我讲的臣民的，对诏书一个公布，予台湾人有参政权、甲参战权、甲参政权，死以后放伫靖国神社。但是伊若修文通过，是毋是日本人会阁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？伊就讲，我唔对啊。我们就变成臣民啦，我拍死，后摆你爱叫我台湾人，安尼是叫大兄，你讲对啦，迄是我安尼是你是较土话啦，啊是台湾伫个闽南就安尼就讲个，我过去日本时代，日本人是台湾人的大兄。
但是今日，迄、那个大兄已经过身去啊，伊渐渐渐死啊，叫修缘解。但你若搁重新修仙，你搁起来，你袂当袂去哩管的。阮换阮做大兄，你做小弟。遐你本来是笑啊，等下看你遐迄个啦，摇杆国王。我看到摇杆，我嘛爱笑。迄摇杆4800块。优惠9600块，我意思表示讲尊重啦吼，啊，表示讲敬意啦。阿弥陀佛，阿即摆访问苏联两岸，这两年来，为着啥？北方事。阿弥陀佛去访问苏联的时阵，苏联的总统叫做普京，解放。因为安倍晋三讲，北方是爱台湾的，所以总统来讲啊，北方是不是你日本政府的？安倍晋三听了目睭才大绿，那你讲迄台湾的，所以我讲一句话，讲较细节，你要回去多念念书啊，叫等你读册呢，一直都无礼貌呢，叫一个总理讲。一个总统把迄个首相讲，你等你读册。当然，安倍晋三，你是不能足客气的啦，你也莫来等你。去年、今年过去，诶，同款的问题，同款的答案，搁倒转来。各位，什么原因？北方是做什么人的？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的，甲你日本政府有啥物关系？来，大日本帝国的地图，出来给你看卖啊！大日本帝国的当时的土地是啥物？哎、欸，这是日本帝国的土地啦。我甲你讲吼。大日本帝国到即摆还佫伫咧哈，天皇那伫咧，大日本帝国还佫存在。来，你看，朝鲜啊，朝鲜我来讲款红色，但是朝鲜是哪呢？是1905年，迄当阵，朝鲜的皇帝、朝鲜的皇帝保留主权，将管辖权。交予日本天皇，但是台湾平壤是大清帝国将台湾的主权和管辖权统统交予日本天皇。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，日本政府放弃管辖权以后，韩国就独立了。就是日本今日放弃管辖权，台湾我都独立无，无法度，因为。主要的权利、主权还搁在日本天皇手头，所以我跟你讲，美国用这个跟咱算，伊歹跟你讲实在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参加战争啊，无啊，规个无有权利讲啊，啊，联合国会当管台湾无？未使啊，因为联合国的成立是伫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的代志，伊管不到台湾，那美国国务院改了联合国的那潘基文讲话，哎，你联合国管不到台湾呢，你无权利好管呢。所以国际局势，咱台湾人较袂讲对国际间的代志啊，几乎等于零呢，拢唔知影呢，拢可以嘴。我较大声的人尔，逐摆拢是拢即款尔。你看嘛。北方四岛，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的。伊即摆日本政府喊官来大日本帝国，无共款啊！所有权无共款呀，所以日本政府要退无法度。所以我甲安倍讲，北方四岛爱靠上去退。你拢只跳呢吼？有诶讲吼，伊讲啊靠日本天皇。日本天皇的古今川和平条的第一条的米啊，伊嘛我都讲话，
伊干呐会会所尔。我阿讲爱靠台湾靠啦，台湾人有迄个权利靠啦。哦，后摆咱个土地真宽嘞吼，宽到八方四岛。所以迄当阵啊，两年前啊，苏联个《镜报》个记者两个人来台湾甲我访问，因为我研究政治学嘛，听我讲讲以后啊，讲了啊，伊拢惊着个。要离开时阵，甲我讲哦，两点啊，第一点，叫我讲卖将这个代志互日本人知影。阿爸讲啊，哎，我呢，我较早讲的，我讲了。第二点，然后请我去苏联，一切给你交代咯。我讲这几款哦，王蜀人皆有击败的，我今在那被别人进来的麻烦。但是呢，等于要啊。人伊做两个代志，第一，甲中国讲，中国以前有一个黑龙江有一个岛，毋是黑龙江啊，甲苏联的边界，有一个叫做瞎子岛。迄个瞎子岛啊，苏联刚占一半，啊刚占去，无偌久，伊竟然马上甲迄个中国讲，迄张江泽民要去换。啊，江泽民讲吼，安尼，我行你一半，啊，马上来签约，啊，你若同意哦，马上签行你，啊，无我行你。那推下面的江泽民，伊唔知讲签你也未当伊转主管，你看较苦，你都爱行伊啦。伊讲伊要做民主英雄去盖章，其实是卖土地给送给苏联，当时伊妈家日本政府讲。去四粒岛，我行你一半，咱就赶紧甲日本讲，不要答应，因为国际法规定，将领未当移转主权。各位，恁今日伫恁伫这个所在，上个重点就这句话，恁听会记。将领未当移转主权，第二点就讲流亡政府未当就地合约。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，但是中华民国无甲你骗咯，从头到尾拢无甲你骗咯。是安怎？中华民国伊伫外口参加国际组织用什么名 ？Chinese Taipei 有无 ？Chinese Taipei 安怎解释？中华台北亚洲，啊，中国台北亚洲。啊，恁两个呀，恁敢捌英语？才两个哦。啊，唔知影亚洲，我甲你讲啊，台北啊，唔是中华台北，嘛是中国台北，是叫做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。Chinese is the government in Taipei。那我甲你骗呢？是你这台湾人，你家己去解释呢？遐国际法跑出来，你还清楚？我跟你讲，晓得嘛？这全世界拢知影，干咱台湾人唔知影。人老早跟你讲啊，全世界拢跟你讲过啊。流亡中国政府伫台北市嘛。西藏的流亡政府在德兰沙拉，叫做吐蕃。吐蕃有选举，但是印度人会当去当无？未使。独独中华民国选举，台湾人足欢喜去当票。伊去不爱去啊当哦，伊搁甲你骂，我不哩选了国民党了。啊，国民党掉了了呢。我问你嘞，甚至有一个。国际法的专家讲的，我认为足歪一点伊。那台湾经过民主选举、甲总统选举，已经逐渐变成一个独立国家，外混斗。
法比国际法内底无这条啦。我有选举，也当作独立国家，遐简单啊！全世界无这种的法律呢。我问你，这种的民主，这种的选举，敢有民主？我头先讲你讲，美国甲咱判讲哦，人人民生活在政治的炼狱，什么政治炼狱？因为候选人会当得30块。这你知无？一票30块呢？无互你选举的行路工，伊都会当摕30块。你看台湾人看结果，千里迢迢坐计程车去送30块给人，刷了二哥，互伊贪污，刷伊搁互伊，伊要做啥物事，拢会当去做。啊，政党要50块，所以你甲民进党讲，唔通去选，伊讲你取消，当然爱选啦。伊的理由足多，好大，你即马30块、50块，你嘛取消，你阁选我嘛？609万票，一票30块，你要甲两个小小地位拄啊好。无人会讲话，我捌做过任命全国大，300个内底，敢若一个人，我爱钱就我爱钱，我爱领伊的钱就我爱领伊的钱，而且要收现头前的3天我是真，哇！讲讲讲真好听啦，我不爱钱，下晚绝对袂赚钱。还没公布的钱，拢排队领领，目睭清清看。做面子，台湾人真正爱钱死路，我跟你讲。你今仔听起来，我若叫你卖蒜也很困难啦。我跟你讲，随你的便啦。但是你家己爱知影，咱是慢性自杀啦。我台湾民进党会继续拍，因为美国甲我讲一句话啦：你台湾民进党虽小，加上我的美国，等于很大。我特别爱这句话。今日台湾的生路，剩最后一条路就是法律。这条法律不是只有我讲而已，中国领导人也说呢，余正生也怎么说，他只要你如果民进党不要走法理台湾，我马上跟你谈。我要请问什么时候民进党走法理台湾？民进党的东兄他说什么？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你去选伊，是毋是？你选伊主帅？所以你讲哦，大家拢有哪心啊？讲我怎啊好爱后代啊？嘛，你后代啊，一感觉嘛，想我较硬搬去美国，搬去日本，搬去对，唔免遐艰苦嘛。中华民国结束就台湾就我都。来注意啊！但是我跟你讲，18%的人未动，我拢知影啦。我咧演讲，足侪拢足爱听咧，每一场我咧演讲，拢几啊百人咧，足爱听。啊，若讲18%，但是你会安尼讲，我嘛赞成啊，因为。你若无18%，你无都活到今日啦，这合情合理啊。但我咪讲一句话，当你时间点的时候，你爱站出来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当你时间点，你若无站出来，我会将你当作中国人打败。可比讲，
头我阿爸讲，国民党新台票一块换咱四万块，到时我着一块的正台币正台票，宣布新台票爱四十万来甲换，因为我要送你去。但是你若有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一块换一块，因为你是台湾人，啊，公平无？因为恁爱搁去想下啦，我不爱恁匆匆忙忙嘛。当然了，你有那么，还有可能？台湾民众啊，这几千个尔，要到变到之前，那民众拢遐侪人都无法度啊。你目睭过去，甲想一个镜面，镜头，八千名的美军。一般台湾，内湖金湖路100号，有800名的海军陆战队，新庄港规个基地拢是美军，乐山、台南那个军港、嘉山，拢总加起来8000名，迄一天。中央中央的机啊，你拢无看，拢换台湾民进党机啊。各位，迄一天会到，因为我这两三年讲的话啊，拢足准。我这两三年所讲的每一项拢实现，我有讲过。当世界美国的经济真歹的时阵，我一年前讲。美国会用美金甲换色，换作红色的。即摆美金已经出来了，换啥物色？红色。我看到即个新闻的消息，哇！恁会害恁，恁拢想爱钱，啊，拢未晓去看美金的吼。迄台币吼，用了久吼，你放久吼，会作废的。我先甲你讲吼，美金已经换红色了。啥物黄色的？美国要防止黑金、防止武器的贩卖、防止毒品。黄色呐，换咧个地啊，美国迄个美金的发行量啊，剩差不多伊原来2/3尔尔。安尼你甲看，美国讲经济足歹啊，但美金有没有贬值？有无？没有呢，无贬值呢，无贬值，万一佫升值，哦，足奇怪呢，得搞。全世界哪只经济歹，迄个国家哪只经济歹，破产的时阵吼，当地的币值啊，挂甲密密麻麻。你唔是讲中国即摆足好些，对不对？美国欠中国足侪钱，对不对？知影这个美国欠中国足侪钱，请你举手。啊，你唔知影，我就免讲啊。你唔知影，你无看到报纸，凊彩就甲你讲哦，美国欠债好几十亿、好几百亿，你无看到吗？有无？有看到举手？有啦。去年副总统，美国副总统。去北京，北大的学生家己去，前卫副总统，你美国欠我们中国这么多钱，会不会还？欠我这些钱，啊，你卖嘛无啊？美国副总统讲，伊无讲卖行也无爱行哦，伊跟他讲，我说个例子给你听，美国欠中国的钱，我会好好的保护。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，哦，打到拍手啊，欢喜啊，无问题啊，无问题啊，巴肚内底伊个吧，你怎会当讲？对不对？人迄吼，中国的迄个啊，就上校哦，迄空军上校，听听等于厝吼，
隔两天而已，我讲不对不对不对，这句话不对不对。伊讲哦，四零八度的一块肉，我也要怎甲你熬啊？啊，等你放出来，变啥物？米田共。啊好，美国欠中国足侪钱，啊，咱愈欠愈侪。啊，中国咱要用钱，我问你拢做生意的啦吼，然后做生意足伊足侪嘛，还是某美人哦，你的钱好借给某美人啊，已经欠你500万啊，过来讲，搁摕50万来借，你要借伊无？别下手，啊，无下手。啊！若无牙齿，我要来上班了。已经欠我500万啊！啊！你过来，我要借50万，我才要借你。但是中国都足奇怪的，美国都欠几千亿啊！算来美国印债券啊，达规定，美国个规定叫你必须来买。你来，你来买，我偌济赔，你来买。我印吼，可以讲我印1000万吼，啊，我伫美国爱印，迄个美国规定讲，啊，你中国爱买200万。中国的财政部部长讲吼，我咧起笑，我来要甲你买，你欠我遮侪钱，我甲你买债券，我不买，死去。东江啊，美国财政部部长讲，你不买没有关系。我自己买，我过几天哦，中国妈讲，我昨天讲错了，我买，是啊嘛，伊要讲，伊要买，因为收税唔对啊，啊你美国买有啥物钱买？你都无钱，佫袂买，印钱啊，你嘛 QE1、QE2、QE3，你甚物印啊？啊，怎么印得较侪？贬值啊，啊本来1000万呢。可以贬值咧，加一个剩900万，伊就无法度，伊较苦，伊就甲买。美国人是足巧，啊，搁一点，啊，真拄好啦。全世界所有领导者90%以上的主地，拢伫美国的，啊，咱中国。一天到晚去甲骂美帝，美国安怎歹，要奇怪，囡仔拢送去美国。啊，所以领导遮个美国遐个囡仔，会拢摕绿卡，拢摕公民诶。所以全世界上上好呀，美国上好呀啦。遐囡仔会财产加加，美国伊头讲诶，那我甲你头讲。我美国遮个留学生，我甲算算，因个爸母个财产加加，遐个债券差不多1半以上，拢伫这人个、即几人个手头啦。做美国是着足厉害，所以你甲美国人算啊，你免算啊，我袂免。这是国际局势，全世界现准时个，那武力。第一名什么人？唔对，唔是美国。第一名是啥？日本。还有足侪武器还未公开呢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，你敢知影？日本有几只航空母舰？29艘，29只。你我是到几点？是不是时间到？11:20。我个几分钟头。这么中国，一只航空母舰都无。你看，我又一只。你只我讲，迄只是叫做海上旅馆。我来讲，迄只袂当作战。全世界11个国家有航空母舰，干那一只航空母舰顶悬无飞机的，你甲注意看。当时伊个飞机啊，我估计啦吼，上少还阁1-2年啊。
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我等下等下当讲到这，吼啊非常感谢各位来收听我这个叫做演讲。啊，因为时间短吼，所以我无法度讲啊非常的有系统。啊，我刚讲一寡较重要，甲咱做一报告。好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咱校长都有代志出去，所以有委托我伫遮结束的讲话。啊，咱感谢林博士，伊真无闲的中间挂工，今早去伫咱遮全体演讲。咱搁一遍拍鼓啊，感谢。啊，林博士，伊要邀请伊出来甲咱专题演讲是真无简单。这遍吼，透过蔡英姐安尼对朋友遐安尼去探听，吼、哦，看林博士即马伫倒位，啊有闲啊无？安尼咱伫顶学期就已经安排今仔日即个时间，啊真感谢林博士，伊足无闲，咱知影伊拢认真为着咱台湾咧拍拼。咱今仔日所看的台湾民政府，吼、哦，我看一个真感动吼。哦真正咱着爱为这条路，大家来打拼，来协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嘛真欢迎，林博士的朋友今早起嘛做伙甲咱伫遮组织来分享林博士的专题演讲。我想咱拢真感动，吼、哦。咱台湾人着、就是，拢毋知影拢去用骗去，啊，今仔日所听着是事实。咱普通时阁无法度通去听到遮个 news， 啊，因为林博士伊接触真济人，啊，所以伊有法度去了解真济事实，啊，咱会再真欢喜会当听到遮样济真实个代志，啊，咱拢毋茫惊，咱为着台湾民政府来拍拼，咱毋免惊美国，也毋免惊啥物中国。啊，嘛唔免讲惊什么日本，各位拢唔免惊，咱就是咱家己的路了正，啊来行，来打拼，啊大家协同，安尼好无？啊，咱今嘛下课啊，拍灯啊，就是迄、那个手语课，吼、哦。